谢谢你，今天也过来。今天推荐的是绣球花。现在这个季节刚好开出美丽的花朵，请你一定要种植看看哦，可以陪。那么今天你来有什么顾虑？我来买东西。我今天带来的这些幼苗跟种子哦，钱钱购买吧。哦哦哦，绣球花的种子，我要我要。哎，绣球花，好想种。那就买五颗呗。哇，谢谢你。哦，钱 ，money。咦？还有其他事吗？啊，红色的，那是红色绣球花苗，可以是买好几个吗？要买吗？买多一点，啊，买五个啊，买五个，好好好，也是有钱的 啊，谢谢你啊，哦，零钱，哦哦，谢谢你。还有其他事吗？拜托，跟我买，跟我买，跟我买。嗯，我好像听到你在讲什么，拜托跟我买哦，兰兰。我就是不要跟你买这样啊，如果你改变心意的话再来跟我说吧。可恶，才卖了掉了十个，真是穷逼。